圣诞节快乐！我是江江，今天玩的这个是可爱的拖车，它叫做拖线。那后面那台是那个韩大叔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呢是要先到这个洛圣都去啊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道路封锁了，对，然后到处都是圣诞树，我想办法先通过这里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呢要先到这个侠盗一开始的剧情啊 ，OK， 然后这位先生呢，他的车子坏掉，我先把他拖出去啊 ，OK， 我先巴苦一下，地上好滑啊，到处都是雪，太好了，拖好了，我没有装那个防滑胎，这个地好滑呀，好可怕、啊，哦。没办法直线了，你看，变蛇形的了。好，我们终于回到市区了。那我们现在呢的任务是要去拯救一台车。那这台车呢抛锚了，在山中间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先超车过去啊。今天戴了可爱的圣诞帽，非常的可爱。欸，让我过，让我过。哦，擦撞了。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啊。老兄，还好吗？我来拯救你了。哟，哦，撞到，撞到。哦，好，好，我先把它勾起来。哦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抬高一点，失败了，是吧？对，哦，再来一次，再一次。Guess I should get that fixed, right? Bore fast. 来，我再勾一次。Drop me out a mechanic, bro. 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把它抬高一点。OK， 我们需要原路回去啊，但是我现在必须要绕一圈。Don't seem that lucky with the ladies, dude. That backseat has seen more pussy than a gynecologist.You like that one? Okay, this guy 老兄有点轻浮。When I dropped that bomb on them a few weeks back, now it's kind of a catchphrase. Oh man, very smooth. Yo, after we dropped the car, you want to do some shots? I know this bar, wall to wall students. Some of them aren't even at college, if you get me. Nah, dog, I passed this time. You're lost, bro. I'm a generous wingman. My game is tight right now. 我们下坡还算顺利啊。今天的天气慢慢的。下起的小雪啊，不过是不影响现在的道路的。哦哦哦，不小心擦撞了，车主应该没有关系啊。引擎该飞了。怎么在市区也在蛇行呢、啊？拖车好慢哦。我是安全驾驶，我看一下前面的道路有没有什么车挡到去路啊。OK， 我用第一人称看一下。OK， 我是现在是安全驾驶，来来来，要停红绿灯啊。哦，下坡好快哦。我的帽子太高，挡到我的前面的视线。欸，你想干什么啊？这是我的车道欸。他两个牙齿好可爱哦。天哪，你就这样开走啦，不会下来跟我道歉。我要超车，不要在你后面。好，停车，要红灯了。
啊，客人在抱怨了啦，太慢了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开快一点，开快一点。哇，客人还会抱怨啊。哦耶，到了到了。OK， 我先把车放在这里哦。来解锁一下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啊，帮了他一个大忙啊，老兄啊，保重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接第二个任务啊。这个任务呢，在这个前往弃置车的地方是吧 ？OK， 我们先标注一下位置啊。晚上就看不太出来什么下雪的部分了。等一下，我的钩子怎么拖到地上啊？擦出了火花了。这边不能左转是吧？要强制左转。等一下，我刚才撞到车子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哦。转弯。呜。钩子晃来晃去的，又撞到了，好，这边右转。它的任务的地点都不太一样啊，有短有近的。耶、yeah, ！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哦哦，这边刹车啊！他撞，他一下红灯右转哦。你看，我看到在前面这台车吗？上面怎么有一个人在上面啊？是车主吗？这不是弃置车很久了吗？先 bug， 勾起来！耶、yeah.！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? 哎呦，他骂我呀！哦，他在车上做坏事哦。他应该是路人啊，不是是这台车的车主吧？他跑走了。前进一点，前进一点，看不到前面。走了吗？这一次我们就不守交通规则了，我们直接闯红灯。也不算了，刚才是绿灯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闯一下红灯。不然这个会拖很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闯红灯吧。小心啊！要逼车哦！小心小心，让我过去哦 ，OK。OK， 我们这次回的任务呢，是在这个拖吊厂。我好久没玩这种拖车游戏了，看一下。怎么进去啊？是不是要在前面一点点？对啦，再前进一点啊！有死角啊，插到边边啊，没关系，我把车放在这里啊 ，OK， 放着，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获得500块，500块也是钱啊，啊，我的车灯坏了一颗啦！哇，我们回去修一下车灯，好吧 ？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啦。
大家圣诞节快乐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